你发现说生命中给你最大成就的不是你在分内做了多少事情，而是在你分内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多少事情。你自己可以看不起你自己，但是当你开始集体大家的共鸣的时候，它的力量就变成一个群体的力量。当你能够厚实自己的实力的时候，你可能付出的可以更大，但并不表示说你一定要厚实自己的实力以后你才能够付出。